终于可以看到本尊咯。李轩自己有说，他觉得娃宝长得比他还要漂亮。就算本尊自带马赛克，但看到这身打扮，就是有遗传到妈咪的气质。这娃宝的名号来自安以轩的乳名娃娃。娃宝靠着跟妈妈一样的大眼睛，还有小酒窝，让叔叔阿姨们大赞比妈妈还漂亮。我就想要听你们讲这句话。40岁的安以轩与澳门德进集团 CEO 陈荣炼结婚3年半，育有1岁大的儿子六六，还有刚出生的女儿娃宝。今年会很忙。更忙的是安以轩，除了在产后迅速瘦回逆天铅笔腿，21日呢，还在文华东方酒店举办娃宝的双满月 party。现场啊，众星云集，据了解席开15桌。一起招待宾客，准备了166盒的彩彩时茶礼盒。这每盒要价2880元的伴手礼，花费高达478080元哦。宝的科技始终来自人性，在澳门留守的陈荣炼也透过视讯连线。今天我不能够来到现场招呼你们，因为疫情关系，我老婆又不想我来来回回隔离。今天只有我老婆和我儿子六六作为代表来招呼你们，希望大家给面子，多喝几杯，但是不要让我老婆多喝。看来安以轩的先生都用这首歌来说明了。这是一个风度的派对，不打算第三胎，你们不知道生小孩有多累吗？娱乐动新闻，老公自己看着办啊，报道。